河尾环境的藤枪马连续十三天拢举办百里行脚甲鹿港的进修活动。今年平湖伫马祖的指示之下，将要用绕客方式来渡过鹿水溪花甲。因为这是河尾的环境建庙以来头一摆用这种方式来进修，未少信徒拢感觉讲真有挑战，嘛真期待。今仔日庙方甲大批的信徒特别率先落去溪底来勘察地形，并且祈求妈祖或者进香的活动会当圆满顺遂。后尾花莲姜藤枪马三江三米百里行路到鹿港进香客座，将要留在登场。今日庙方伫妈祖的指示之下，将要伫十二号礼拜日渡过鹿水溪回家。庙方注意向大批信徒，特别伫乱叫起驾进前，先来勘察溪底状况。国历三月初九日的十点半，要来举行一个起驾大典。三米点十五分，就要来正式起驾，要来往鹿港客座进香。这绕溪意义吼，最主要是照古早人，因为过去交通无方便，拢用绕溪。咱即摆马祖之时，就是讲用这绕溪来体验过去古早人一步一卡印。这溪底一路坎坎坷坷，拢是沙土甲落公麦啊，连要行路拢真困难，对信徒的体力来讲是真大的挑战。不过计划要随乡的信徒拢表示，大家因为信仰拢唔惊辛苦。哦，真的很不一样，嘿，咱来当来吼，咱来这个马祖吼加持过，大家来洗涤一下吼。有咧讲落水溪的溪水吼是变清气，咱敢若讲国运会较无遐好，咱靠借着即个妈祖来绕溪，经过即个落水溪，看会当带来予所有的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。除了有人要对妈祖的脚步前往鹿港进香以外，即个要买卖车信徒特别号召几波车队要来护送妈祖过溪回家。咱即波全国来有四五百台吼，所以咱迄间有全部拢有报名，所以嘛大家非常踊跃要参妈祖同齐绕溪。后尾藤枪马将要伫十二号早起为溪湖绕溪回家，到启动车卡恭迎姜主家，这当地的信徒也予启动乡亲真期待。这冥冥之中吼是台湾第一啦，因为过去吼那百几年前如迄个南庙姜妈祖吼，伊那啥那那讲三马伊拢爱直接对这条过去吼，可能冥冥知影讲这条就是妈祖路，伊都选定要行这条路起来。真欢迎啦！真欢迎，讲两局会当讲来结缘吼，阮用十二万分的欢迎。连续十三年的百里行路进行活动，后尾环境藤车马是头一届要用绕客方式回家，而且是其他马祖庙唔捌行过又捌往动的路程。庙方表示，进香全程230多公里，今年加了绕客3公里是真有挑战，欢迎全国民众做伙来对马祖。记者陈昌博。